近日，《奔跑吧特别季》在浙江建德等地开始第一期正式录制，常驻 MC 全员回归。所以，当《奔跑吧特别季》首轮录制，全员学院风造型亮相，就已经有多个词条上热度了。据网络大数据显示，全网关于《奔跑吧特别季》所有信息当中，周深是被提及次数最多的，周深的热度最高，再次成为了微博讨论话题。粗略一看，就看到《周深奔跑吧特别季》翻拍路透等热搜词条。可以说，《奔跑吧特别季》只要有周深、蔡徐坤，热度就不会低，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词条上热搜，为节目开播累积热度，让《奔跑吧特别季》未播先火。透中，蔡徐坤、周深这一对最萌身高差的好兄弟，上演了一幕勾肩搭背的兄弟情，一时之间不知道应该羡慕谁。而且二人的年龄和外形也很有反差，蔡徐坤今年才24岁，给人的感觉却总是酷酷的，不苟言笑；周深30岁了，却总是像个小朋友，有一副标志性的笑脸，是个元气满满的可爱的大男孩。这两个人搭配在一起，莫名的充满各种反差萌。周深整个人的状态完全不像是在工作，反倒是像外出旅游一般，看照片就能感受到周深有多么开心了，期待新一季节目里深深的表现。奔跑吧10是7月底结束的，到现在才2个月而已，特别季就又开始录了。大家都知道，跑男都是录一半然后就开始播出，也就是说，奔跑吧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，不免让人有些激动呀，甚至还有些迫不及待了。真希望奔跑吧快点播出，让周深又变得精彩又快乐。人的一生会听见上万种声音，在一个听不见的世界里，爱需要多大声。周深做公益，连续第二年在国际聋人日当天为听力残疾人朋友发声。据了解，每年9月的第4个星期日是国际聋人日，一向热心公益事业的周深连续2年都为残疾人事业发声，其目的就在于呼吁更多人和社会力量一起关注听障人群，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。周深出镜讲述了3个被听障困扰的故事，用这种方式来讲述对残疾群体的关爱，真的太有意义了。周深让我们感受到了很多的温暖，正能量公益生，棒棒的。梦的收获，我一直在努力去更好地成为一个普通人。
从无声中轻轻走出，天空的鸿雁，温暖的春天。他听到了北方的草原。我开始学了唱歌之后，就会登上许多舞台。在小镇的晨光下，跨越40年，他再一次听清三弦琴的波动，那是父子间的思念。红根生长的枝丫和我们本没有不同，干预是对声音的修补，相依让爱不再陌路。有你们关心我们就让我们把爱放大，把声音放小。一个听不见的世界里，爱要多大声，它可以很小，也可以很大，它就在我们心里，洋洋盈耳，尽是天。追着春天，追着你，朝着那微